系你好，本土力量。咁本土力量咧喺上一集咧就系星期四录嘅，今日礼拜二啦。上一集我哋录嘅时候咧，林子健应该就发生一啲嘢。嗯。咁所以咧，录完之后咧，个节目系星期五凌晨出街啦。咁第二日就已经发生咗林子健事件，又上报又成啦，系嘛？咁啊变咗，其实我哋冇机会讨论。咁但我又會覺得，喂，我對件事實在太多疑點咧，我就唔想開號外去講佢嘅。咁啊，睇下先啦，咁樣啊，去到今日禮拜二啦，我同你都忍無可忍啦，因為今朝咧林子健已經被捕啦。咁即係晚啦，尋晚凌晨嘅時候被捕。尋晚凌晨都係當今朝啦。咁、某個程度上，件事發生係十二號嘅曝光啦，十一點嘅記者招待會啦。系嘛？即系系应该十一号啦。唔系由佢嘅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、星期一，今日礼拜二啦，系嘛？即系呢件事咧，连续爆发咗四日，占去埋今日就第五日，就五日都会喺个新闻嗰度就去到一个真系好热嘅一件事件啦。星期五啊，首先我哋要讲下呢件事，成件事本身咧。是有乜嘢疑點先？因為其實我哋當然你睇我貼，你會睇到，我都何志剛唔係太幫阿林子健喎，企喺一個懷疑嘅立場喎。我民主黨嘅人你都唔幫咁樣，仲收民主黨錢嘅咩？係啦，我同埋舊年嘅時候咧，阿林子健曾經有一個絕食嘅，為到基督教選委，你採訪佢？我去採訪佢啦，有在政教論壇去採訪他啦，我就真的去探他絕食啦，咁樣成件事他都絕了很多日啦，真正去踩到去協進會門口絕食就幾日到啦，咁樣咁可件事嚟講，好似我同佢都好似好 friend 下喎，哇！今次連朋友都唔幫，仲唔係收共產黨錢？即係OK，咁但係我哋首先你大家再慢慢去講我的感受啦，下一節，依一節就講下成件事有乜嘢嘅疑點啦，係嘛？由佢嘅口供開始講起啦，佢自己話咧，上個禮拜二咁就八號咧，就收到電話，有啲講普通話嘅人話揾佢，叫佢唔好搞咁多嘢啦，嗰啲咁嘢。咁十號嘅星期四就被害啦，十號嘅星期四就話自己黃昏咧。俾喺旺角油麻地嗰俾人捉咗啦，咁繼續落去啦，繼續落去就係十號嘅應該係夜晚嘅凌晨嗰時俾人掟翻出嚟，咁十一號就係喺一笪冇人知嘅地方，又係佢話係西貢啦，佢又身上又有錢，對方可能又特登佢嘅講法話有人禁固佢之後，有人都留翻啲一百幾十俾佢，等佢我諗都未必一百幾十啊，因為坐的士錢我諗。回到屋企$100到，去馬鞍山啊嘛住，咁$100勉強啦。咁但係人哋肯留張$100紙俾佢都幾好嘅。即係共產黨係咪真係咁有人性咧？我就唔知啦。幾有愛心㗎依個方面，即係但係亦都唔係嘅，佢可能即係人哋唔想去死㗎嘛，係咪？想佢翻去報料。但係而家依單嘢就係人哋要做。即係點解唔老笠佢翻大陸又係一個疑點？點解對佢咁好呢咁樣嚇？咁就嗱唔知啦。李柱銘都講嘅，佢點解一翻屋企就洗衫呢？即係你十號掟俾人凌晨俾人掟出嚟，即係等於十一號噶啦，即係嗰個凌晨。咁你掟完出嚟之後，點解你翻屋企會去洗衫嘅呢？跟住瞓覺。即係你件衫有指紋。成隻腳都係釘就瞓覺。係啊，咁你然後第二日就要係唔揾醫生先喎。開記者會先喎。其實亦都唔算太過不可接受， okay、因為咧，其實譬如話舉例佢，我當佢夜晚十一點俾人及釘，舉例啫。佢捱到第二朝十一點都捱咗十二個鐘頭啫。係，即係唔係話太長時間去浪嘅。係，我交代個時序俾大家聽嘅。咁所以其實就話佢第二朝十一點見完記者啦，展示咗佢腳上邊可廿一口釘啦。咁咧，佢就會馬上就去報警啦，入醫院啦。係嗰晚就入醫院啦。咁去到十二號咧，有啲事發生到啊。十二號佢就話嗱，
有啲報章嚟做佢，話佢改口供，但其實我睇翻咧，佢好似唔係改口供嘅。佢話是因為佢本身嘅口供就係話佢由呢個波鞋買完波鞋啦，即係喺間鋪度尋巡完之後咧，就行去油麻地鐵站，咁就俾人老笠咗。咁佢十二號改咗啲嘢，就係話原來佢去波鞋行完波鞋行完嗰啲衫之後咧，行去地鐵站之前咧，原來佢去個信摸對面一轉嘅。咁你睇翻，其實嗰個地理問題係冇，嗰個地理係冇問題嘅，即係你都係喺後面嗰度嘅，唔會直接穿過嗰度啦。總之，我覺得佢唔改口供啊，我覺得係補充少少嘢咋。或者佢補充得嚟令人哋有啲誤會啦。佢冇話喺信和俾人被捕，可能嘅意思，佢只係話許可條街喺砵蘭街裏面嗰個行上少少就到信和啦，咁樣可能係意思係咁。佢話之前經過啫，佢冇話喺嗰度俾人捉。咁去到十五号啦，即系今日啦，佢就凌晨就俾人拉啦。嗱，事情嘅发生就应该系咁样。嗱，我哋当然当中里边，好阿华人就唔系嗰个疑点冇话逐点逐点去数啦。唔系好沉嘅，再感受。唔系，因为都事实上大家都吸收咗好多依类资讯嘅吓。譬如话举例，第一个我哋觉得好荒谬嘅疑点就系、是，點解會為將美斯嘅球星簽名？點解係會有人動用到咁大嘅力量，要逼咁樣逼害佢呢？嗰張美斯嗰張簽名上面有冇寫啲咩顛覆國家字眼呢？或者你其實就冇嘅。係啦，或者你因為佢就成日識寫塗塗牙文，我真係識寫巴西文嘅啫。我真係假設，美斯就我真係假設，如果林子健上到去見埋樓下，你見面嘅過程一定有啲保安喺度㗎。其實都應該見不到，咁啊係，因為劉曉波死嗰陣時候咧，阿劉霞，劉霞小姐佢就係完全見不到阿劉曉波或者佢自己生前啲朋友。點會即係唯一樣做不到嘅嘢咁大費周章呢？嗱，依個其中一個好大嘅疑點咧，你點講我都覺得係疑噶嘛，即係作為一個普通人嘅理性，喂，我共產黨我嘅理解，我咁耐有好多人盛傳話黃毓民會打我，但最後黃毓民都係唔敢嘅。黃毓民的而且確啊，即係同性向嗰個家族啦，嗰個咩字頭大家都知啦，係嘛？咁人哋嗰個字頭係咪性向嗰個家族運作，我唔清楚。不過有淵源就係事實，係咪？咁跟住黃毓民嘅家族係咪都好熟東方日報嗰個體系？東方日報嗰個體系係咩咧？係70年代走白粉嘅喎。走白粉啊，係嘛？棄保潛逃去咗台灣嘅喎。阿姓馬嗰位嗰位哥哥啦嚇、啊，即係依位老人家啦嚇、啊，即係阿黃毓民長期都係即係同啲江湖人士有交割，係嘛？先有姓向，後有姓馬，但仍然都係冇人敢喐我嘅。唔喐我原因就係唔想益我咯。系咪？即系而家问题呢件事的而且确又对方个做嘅方法咧，即系其实譬如话举例，既然系大家好中意联想李波事件喺里边，林荣基好积极去参与，甚至去埋台湾去宣讲啦，系嘛？有好多去啲台湾嘅媒体都揾阿林荣基去做访问啦。但系有唔同嘅地方噶喎。嗱，咁极大不同。系咧，唔可以咁样讲。李波系俾人夹上去。攞個機拍住佢話要乜乜乜我認罪啊乜乜乜嗰講嗰啲嘢。李波夾上去主要唔係認罪嘅，初即係佢會俾人好似佢係炒大咗就焗住要做後邊啲戲。佢最初李波夾上去咧，係因為李波印一啲關於習近平嘅私隱。佢嗰啲私隱裏邊有愛嚟係一種政治鬥嘅，因為可能講下習近平後生時識啲咩女性啦。佢點樣可能個古仔作到點樣始亂終棄啦？落過幾多次仔啦？咁依啲好敏感，愛嚟可能習近平做過噶，我唔敢排除。咁但係即係佢都係愛嚟去攻擊習近平。嗱，原來佢咁樣對女性係咁惡劣嘅，同女性啲關係咁差嘅，冇人性嘅。跟住咧係用一啲秘密嘅方法印咗好多書。因為啲黑 copy 喺網上冇資料去查到個 IP 啊，各樣嘢嘅時候，我啲書就會有個流通，有人就俾錢買，我盤生意做得都唔差，
所以他就想去運貨嘅銅鑼灣書卷。咁你而買嗰啲書嘅人係一個網絡，係一啲反中國國內一啲反習勢力嘅人結嚟嘅。咁習近係啦，林子健嗰張咁嘅美思想。跟這些有什麼關係？你明白嗎？李波事件的而且確紅，這個相是差千拱地，因為李波背後可能在中國有一個官場網絡，習近平用一些霹靂和恐怖的手段。我不是讚美習近平，習近平真的是糟糕，當然是狼撚死了，狼到糟糕的。即是說李波在香港想著有保護，但他這個人是反習的，銅鑼灣書店一定是一個反習集團，如果不是林榮基，為什麼會來到第一件事就說自己港獨呢？一定要港獨，是不是？即是他說港獨是因為他背後的集團想去港獨嘛，那個集團是專污蔑習近平嘛，習近平也都可能不是污蔑他，真的這樣玩過的女都不出奇，但是事實上這個集團背後是另一派中共，不是正常人怎敢做這些生意呢？他是國家主席、軍委主席，權勢滔天，是吧？即是他拿堆這樣的書回大陸，跟著去秘秘密密地去銷售，這些是禁書來的，是吧？跟著希望秘密地去賣，很大的這些賣，在大陸這個高壓的社會，有文字獄的社會，是吧？你反對當今皇帝，是吧？習近平是根本是一個真的，你當他康熙啊、雍正啊、乾隆啊，這些所謂盛世但極高壓的君王，是真的這樣比喻也不錯的了。我沒有讚美習近平啊，但是問題是李波跟今次件事件爭天拱地，但是我見到這件事爆發的時候，有大量的人物有網媒添，唔係有嗰啲外媒，就係要將呢件事同李波事件拉埋一齊。唔係我唔明噶，點解係咁鋪天蓋地嘅？李波你話直頭揾到證據啦，李波係俾人夾啦，俾人攞啲片就攞埋嚟啦，咩俾點樣俾人夾啊？佢啲咩啊？佢啲書友啊，咩林榮基嗰啲又俾人夾埋啦。咁林子健其實爆嗰一刻係一啲證據都冇。任何證據都未做，即係你單方面口講，差佬冇搜過證咧，冇咩，淨係佢喺度開記者會啦，開完記者會都未報完警啦，都未做嘢咧，就已經可以鋪天蓋地噶咯，而且好快上嗰啲外媒嘅，外國媒體喎，好奇怪噶，點會外國媒體會唔會係揾樣根本未有證據嘅嘢嘅指控，即刻就報上去咧？唔係，外國媒體好多時候都戇 Q 嘅。當然啦，咁所以就係話佢，我唔信呢個外國媒體點解咁積極呢？係因為裏面有一啲佢熟悉嘅人，而呢個熟悉嘅人嗰個係有一個全球網絡，佢嗰個組織有一個全球網絡，喺呢啲外國媒體會一度都有插咗針，就撥呢啲海外媒體處理咗先，你明唔明啊？喺背後嗰個力量點解會不是？一個凡品嚟嘅，點解會咁快呢？我冇話習近平唔係撲街啊！我強調啊，習近平係撲街，但係嗱對依、這個即係林子健事件裏邊，起碼客觀嘅反應就係、是、當依件有一大堆人當依件事係真啦，我亦都唔排除係真嘅，到而家我都唔敢排除係真嘅。咁但係就有好多人利用。攞嚟去攻擊而家中共嘅當權派啦，而件事個脈絡當然亦都真係好似五年前嘅。五年前咧發生過，譬如話社民連啊，佢派人坐船出海啊，去依個啟豐二號去釣魚台，跟住中國咧就有好多人挑撥，就有好多嘅暴動。譬如話去見到啲日本車就打爛佢咁樣啦，去中國大去英日本大使館去掟雞蛋啊，甚至掟石頭都有。當然係一個真係幾大嘅壓力啦，對胡錦濤啦，
即如果我是一个当权派，在一个而家就嚟十九大，或者在北大河开紧会，喺度针紧数，会唔会攞个 DSG 钉你咧？即系佢点解要搞咁多嘢咧？咁样屎忽痕。即系我认为就系、就算林子健真系被害，我都唔相信嗰个害佢嘅人系习近平指使嘅嗰个派别，因为当权派实在太忙，系嘛？当权派太忙，反而嗰啲想扰乱当权派嘅人咧，反习势力咧就好合理地。他就會指使啲人去拉啊林子健啦，我當林子健無辜嘅頭先嗰段説話，咁但係譬如話舉例依、這個，但林子健佢講佢其中一個疑點就係佢洗衫啦，洗衫嘅原因就係可能佢太太想唔好搞啦，搞大佢嘅話好多不測啊咁樣，咁佢夜晚一兩點翻到屋企。他老婆就幫他拍照，拍到腳上的東西的、問題是就是這樣，既然不想著宣揚，那就拍來做什麼？為什麼、拍照也可能留個記錄，沒問題，但是為什麼不起釘呢、即既然不想宣揚嘛、這個是一個另一個互相矛盾位，是很嚴重的互相矛盾位，他消滅曬啲證據啊嘛，件衫好多組織、好多氣味，或者佢用法醫鑑證好多嘢噶嘛。係啊。嗱，我話俾你聽，我認識嘅，我係認識林子健嘅，亦都係佢一個，佢同快必譚德志拆夥之前，我係佢聽眾嚟嘅。就不算太忠實，但都間唔中聽，即係話我在09年佢嘅節目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嘅節目，去到2011年年尾啦，都會間歇性去聽下林子健嘅節目。當時快必話俾你聽係一個咩人，其實快必一直都係啲咁嘅人，冇腦。快必係每一次。他做節目，他身邊都一定要有一些人傍住他，有些人在他身邊做軍師，即是快必是沒有腦的，他需要人哋去幫他的。那當然啦，你都可以屈何志哥沒有腦的，需要阿強去幫我，那都得，沒問題的。但快必就的而且確是這樣啦，可能現在快必進步了，我見到他隔離那個是張大偉啦，有時候做節目都是得張大偉啫，咁樣係嘛？但事實上就係咁啦。子健係一個有腦嘅人，聰明嘅人，佢喺崇基係真係一個博士生。即係有啲人喺，我就話對林子健有質疑都好啦。但我就唔會話佢個樣唔似去美國讀書嘅，即係佢讀完第一個博士學位咁樣。我不知道讀完未啊！我啲崇基，我喺14年佔領嗰個時代咧，我係有翻崇基去 sit in 堂嘅，就我喺上堂嘅時候坐，係同佢一齊上堂，有一科，但我去旁聽，佢就去修讀，即係我知道佢最近都有讀書嘅，咁啊唔好話人哋係蠢仔，人哋好聰明嘅。咁但系阿林生佢點解會洗衫呢？如果係唔想搞件事，洗衫啱嘅。咁既然唔想搞件事，點解忍住痛去可十幾口釘捱可幾個鐘，等到第二朝11點？唔好 call 你署名咯 ，call 你署名。佢 call 你署名都可能個關係好親密嘅。你唔想搞嘛？我一直個理解佢同李署名同何俊仁個關係係好親密嘅。即係可以話一句，佢係民主黨嘅創會會員，最後生嘅創會會員。即係話佢港同盟嘅創會會員就唔止係民主黨啦。即係佢89開始就一個僆仔黐過去㗎啦。咁佢同我差唔多年紀㗎啦，40松歲，唔知我大啲佢大啲啦，但應該佢大少少嘅。即係佢40松歲人㗎啦，咁就基本上佢喺政治上。好多風風雨雨他都經歷過了，他亦都以前在他節目講話，其
其實大陸很多人去過嚟同你傾偈、交心、吹水嘅喎。嗱，我覺得嗰啲唔係收共產黨錢啊。可以啊，即係佢大陸係揾啲人同你嚟溝通，請你食餐飯，但係好友善地去收下料嘅啫，係嘛？大家交下心嘅啫，係嘛？即係依類佢自己喺節目都講話，佢試過，成個黨好多人都試過。試過又如何，亦都會上報翻佢個黨啊！即係阿林子健先生係對政治好有歷練嘅，佢係係咪係李柱銘所講佢洗衫咧？林子健佢喺琴日嘅節目裏，琴日嘅一啲訪問裏邊，佢攻擊警方啊，話佢爆咗佢洗衫呢件事。其實我話俾你聽。李柱銘爆的，不是警方爆。我接收的資訊是李柱銘受了一些傳媒訪問，就說林子健蠢，為什麼洗了件衣服呢？即是我理解是這樣的，是沒有法律常識的嘛。是啦，但是林子健真的沒有法律常識的嗎？就我質疑咯，因為他認識了李柱銘和何俊仁這兩位律師是幾十年嘛。即如果按照你俾人咁講，你俾人打，你嗰啲人係咁捉住你件衫扯嚟扯去嘅，你覺得啲嘢唔留喺件衫度咩？嗱，即我哋講呢啲嘢，點解會有質疑？冇辦法唔會有質疑啊嘛！佢洗衫呢件事係好特別嘅嘢嚟嘅。咁後屘啦，洗衫呢樣嘢算啦，咁你唔係話冇疑點？亦都為佢嗰張卡，我覺得好搞笑。點解為張卡搞咁大件事？到今日啦，琴晚你就係佢，即係呢個全真社，冇人知全真社係乜，唔知點解全真社有咁多片。嗰套片會唔會警方流出嚟嘅？咁就總之就係有啲奇怪途徑，警方。收取了很多這些閉路電視的錄影帶之後，竟然有另一個 copy 給這個傳真社去接收。在那套片裡面，我們都可能真的去大家看看那套片。這個是第一個鏡頭來的。第一個鏡頭啦，這個就是林山啦。有他的樣子。林山呢，內八字腳行路的。有佢樣嘅嗱，呢個17:43咧係閉路嗱，停一停，個閉路電視的而且確係可能會有錯嘅，因為啲時間會錯，佢哋係求其啫嘛，總之錄到邊個爆佢搞佢嘅就得啦，啲時間可以 set 錯嘅，咁所以就17:17嚟嘅，原來呢個係繼續嚇嗱，喺第二個鏡頭之後咧係。咩噶啦？佢因為可以戴口罩。嗱，你要睇到依個唔係啦。後邊。但依個人之後會常日出現嘅喎，因為依個人同佢行路嘅時間可能有啦。嗱，依個係嗱，你睇下依個畫面，架車唔係好啱結構嘅，唔啱結構意思即係話佢嗰個 cam 攝錄嘅時候，佢會將個影像扭曲咗。所以有人就話依個人點解咁瘦嘅？係因為根本個鏡頭係依個鏡頭係會扭曲咗個人嘅。係啊。咁所以有人就即刻攞依張相就話依個冇可能林子健啦咁瘦。嗱，依樣就冇樣嘅。係啦。係啦。唔係喎，咁你前翻少少，前翻少少。你話佢瘦啫喎，你睇下佢行路嗰個步伐喎。都怪怪地喎，內八字扭喎，仍然係似林子健嘅行路嘅步伐嚟嘅。係啦，嗱，再等等啦。呢啲係背面啫，呢個好難。呢個背面嚟嘅林子健，嗱，佢都係個腳步伐係有少少八字怪怪地嘅，咁就呢個就係佢嘅行路方法啦。但係背面係好難講嘅，當佢有少少啦。係啦。嗱，呢個過馬路啦，大家都睇過好多次噶啦。呢個林子健啦，嗱睇下佢腳行路嘅方法，仍然係內八字二 set 字型，係嘛？嗱，我解一解先，
即係佢頭先行路咧係咁樣行嘅喎。即係只腳咧會踢咗個方向，冇咁誇張，踢少少，少少啫啊！即係嗱，普通人咁樣行路噶嘛，或者咁樣啦。但佢就耐少少，踢咗入少少，再踢入少少咁樣。嗱，頭先佢有幾個動作，我人仍然係有依個行路姿勢嘅，係嘛？冇話佢有一次嘅，我冇話啊。嗱，依度有冇？亦都有嗰個姿勢喎。不是完全冇嗱，依、這個頭先對唔住啊，27分咧，佢係有少少假噶啦，校嘅時間又有啲問題啦，唔信呢啲時鐘噶啦，冇可能嗱你睇到佢個腳法仍然係內八字踢嘅喎，嗱佢呢度佢就去咗後邊話轉出咗彌敦道，咁啊冇咗噶啦呢度。這個內八字，這個很清楚的，這個之後就說他走出彌敦道，那就不見了。為什麼他會戴口罩呢？如果是他，如果是他，如果一個可能性，他約了一些人，那些人是很敏感的，如果你盛傳何志剛收錢，何志剛收錢那一刻呢可能都會戴口罩，即如果我約了一個中共不知某某人，人家給53萬現金我100粒偉哥呢你避不到的，你的身形這樣不是這樣，但是 我都沒辦法，我信不過那麼多人的嘛，如果我要收共產黨錢， 我就算我的身形是人都認到都好，我都仍然死人都戴个口罩，死人都系嗰个唔系我，嗰个唔系我嚟噶咁样，咁我点知咧？我唔知道，估啫，估啫，嗱，即系唔系完全冇可能啊！即系佢戴口罩唔系完全冇原因。如果我一系交收一啲钱，警方都系咁讲噶，你根本系冇可能咬定嗰个系佢定唔系佢。警方，但系你话佢唔佢要转做戴口罩，系咪冇可能呢？不是冇可能，因为可能时可刻有一啲人佢要见，但系咁可以，但系之后佢见咗之后，有人就要俾咗个命令佢要做一啲嘢，咁可以，佢喺可刻都未必知道自己将会俾人打钉，因为既然收得钱去做啦，咁可口钉唔一定要自己打噶喎。自己打怕你打得不漂亮嘛，你收得錢你就吃了它啦。嗱，對不住，這個可能你覺得何志剛這麼偏見，沒人性的你啊，這麼沒人性的你啊，真的。你可以爭下的，不是，嗱，當，嗱，另一個假設，有人就說是不是有人做一套假片，之後呢就將時間和日子推回八月十號咧，其實拍嗰套片係八月十四或者十三咧，或者十五咧，差佬特登害佢咧咁樣。我覺得就冇可能嘅，因為咧嗰度咧就嗰度有四五六七部 cam， 咁佢四五六七部 cam 咧，即係佢要搞四五六七個鋪頭，要同嗰啲鋪頭老闆講，就要 set 曬所有 cam 個時間。去翻八月十號，跟住 set 完八月十號之後咧，先叫人去行。你明明當中裏邊牽涉太多人，係有一個咧突然間就係出賣你咧，咁嗰啲差佬就會俾人告，就係妨礙司法公正噶啦，係嘛？即係你哋當然差佬做咗好多撲街嘢嘅，我唔係話啲人鬧我，你寧願信差黑警都唔信。林子健咁樣，我都唔係話差佬冇做過仆街嘢，譬如靚線嗰單嘢，我都覺得似差佬有問題。警署非禮案，我唔會話差佬冇強姦人，係嘛？但係我覺得依單嘢咧係一間政治事件嚟嘅，就唔係照處理一個導遊。係咪咁夠膽掂咧？嗱，政治人物你去搞佢咧，佢民主黨真係的而且確有好多律師嘅。
有個叫李柱銘，叫御用大律師。你真係咁搞佢？成間行嘅，係嘛？即係唔係咁容易，即係我覺得啊，差佬都係打工啫。咁所以我就覺得做過呢條片嘅可能性唔高。咁但係當然啦，有人同我講話啊，你何志剛，你真係好撲街啊！嗱，依兩個樣你絕對兩個唔同嘅人嚟嘅。你睇下依個科啲噶，肥啲噶。唔係啊，嗱，按科學角度講，兩個唔同嘅畫咩？兩個唔同嘅 cam 咧，一定會影到兩個唔同畫面嘅。唔係，因為其實根本你見到啲石頭都蒙啲啦，扭曲啲啦，係嘛？但係對鞋咧，竟然就係一樣啦，係嘛？條褲一樣啦，件衫一樣啦，肚墩近似啦。跟住有人就話：，哎，依個大隻啲。咁但係問題係個判斷嘅問題就係、是。其實 cam 咧就的而且確係有少少扭咗嘅，但當然啦，你哋一個講法就係、是，其實兩個唔同嘅人，不過咧只係咧係一個拉佢個人就揾個臨機。你可以拗，因為咧蘋果試過噶啦，即係實地行過嗰段路噶啦。咁你觀察係林子健有樣嗰段路咧？同埋嗰個 cam 個位啊，去到下一個佢冇面嗰個位咧，嗰度係經過一條馬路同埋半個 block 嘅，即係有時間，即係都有機會。如果你話夾硬拗，你話林子健可能喺過路口俾人甩咗咁樣，都正常嘅。即係你甩完之後揾第二個人行咯。但係問題就係話有架車啪一聲逼佢啦，跟住突然間200磅人就攞嚿嘢噏住。跟住哦，喂，唔得，呢个系科学谬误啊，冇呢样嘢噶，你知唔知啊？迷魂党呢样嘢，你嗰个气体要揞晕嗰个人咧，要揞几分钟噶，唔会一揞就晕噶，怕你发得多咩？即系话林子健系可以反抗，起码嗌下，但系其实佢身体系差嘅，我明白，因为我知道佢系患过啲癌症嘅。所以他患過癌症再絕食，很多人都不想去絕食的。去年林子健身體就不是太好的，那我覺得他 不 suppose 夠力去反抗是真的，但是不是無聲無息呢？是不是人兩個人夾他上車就無聲無息呢？可以做到，你想想那裡是黃昏，黃昏是旺角，即是不是人那麼冷漠，你看到人被人夾而又冇人理咧，一個人都唔理咧。唔係，就算唔理，都會影佢啊嘛。即係唔影都有人記得有件咁嘅事，而好驚。有人證起碼有。跟住嗰啲人都唔會驚到唔敢報警，都想幫啊林子健啊嘛。林子健咁勇敢，無啦啦俾人夾。唔係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冇咁耐都冇人去幫林子健啊嘛，即係嗱，有人現場喺街坊，係嘛？哇，見到咁喎，夾佢上車喎，真係驚嘅喎！即係咪見唔到咧？喂，因為一個肥屍大隻俾人拖上車啊嘛，跟住拖完上車，揾個人係類似佢嘅替身走翻落地行，扮冇嘢，依下嘢正啊嘛！嗱，但係無論點都好啦，依一節我哋太長，嚟緊一節再講啦，好唔好？